你除了就是动态的地方，你其实有静态的地方，就是去年六月嘛，你就拿到了硕士学位。嗯，有这么好学？其实没有啊，我觉得是做个准备，或许对你未来你不打球之后，因为这证书就是它也不会过期。嗯，可能学到了就是你的啦。对对对，可能有一些东西会，你可能要重新再去学习。但我觉得硕士这东西就是你去上完课，嗯，那你学到的东西当然就是你自己的。那这个证照可能对你未来不管你要去学校，嗯，它是会有帮助的。嗯哼，所以我也常跟前面讲，或者跟其他人讲，不要只想要真的就是一直打球，可以赚到钱没错，可是总是要有一天，嗯，要想不打球。嗯，该做些什么？对，好了，你可以达到40，真的可以达到四十岁。那四十岁之后呢？嗯，所以你很推荐他们去上课，去学一些学程啊，嗯，或者自己兴趣的事情。他有了，他有了，现在还没毕业，对啊，论文还没。但那是很辛苦的，难产吗？难产。同样一个系吗？我体育系。哦，对对对对，生读书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来说很辛苦。你们就没有想过去读运动以外的科系吗？基本上在大学的时候，你要毕业就有点懒惰了。多有惰性，嗯，因为你每天训练其实很累，uh-huh，你要再花时间再去上课，嗯，你就会觉得静不下来，没有那个精力了。对，天使恶魔在打架，终究是恶魔获胜。睡吧，孩子，睡吧，是吧？很多东西，不管是教练证，嗯，或者是硕士，嗯，之类有关篮球等等，你都想要拿到手。其实我大多基本都有，都已经有了嘛。对啊，就是把它放着嘛。嗯，OK， 以备不时之需。所以你还蛮鼓励，就是学弟们有机会的话，也多多去进修就对了。当然，可是就年轻的可能会比较希望现在把精力放在球场上嘛，因为没事，你毕竟大他们大概一轮多，其实还好，就是生效再多一轮，所以你的话他们可能就是听参考用啦。其实不会啊，只要他们愿意听，我觉得就很开心，就很感动了。想有句有听到两句就算不错，不两个字就够了。两个字，嗯，我们不要要求太高。学弟，两个字吗？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不过说真的，你刚刚讲到赚钱这件事情，其实你自己也是奖金猎人啊，在三对三联盟这件事情，吉米，你怎么没有想过说要跟他一起去三对三？他没找我。其实我有这个想法过。问题就是你，那实力不足啊。啊不。人身体不允许，哦，身体不允许，因为毕竟就三对三，就肢体碰撞比较多。因为只能报六个嘛，嗯哼，他就不能是那六个的其中一个吗？啊，因为毕竟我不是主揪的，哦，不是主揪，對對對，不然说真的，我也蛮想找一些人。你那时候去打三对三，你是有还在有球队吗？我那时候在里昂，嗯，对，那时候在尾端的时候，所以他们放你出去的，可以让你出去打。有那时候有我们球队可能就不能让你去打外面的比赛，对啊，有些是这个样子，怕受伤了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，但我那时候是有谈到这个部分，对，有沟通过，哦，对对对，所以才可以去当奖金猎人，也没有到猎人啊，但是真的是打的还不错，其实还行，就万把块嘛，嗯，也没那么多啦，但 total 加起来有，是吗？是吗？就是万把块啊，其实你真的是三对三，就是。这种赛制的大前辈，因为我们前几集才访问到就是我们的亚运金牌嘛，你自己觉得齁怎么看待这一次的亚运？我觉得我们打得真的蛮好的，我从其实那时候要来嘛，我没来嘛，但是我觉得那时候来我就蛮想讲，其实他们从在那个联盟开始打的时候，其实我稍微去看一下，虽然可能没有每一场都看，是，但是稍微看，因为说真的你自己有打过，嗯，那个赛制非常非常累，跟我们以前想到说三对三哦进了我们还要洗球，没有，他是要一直持续在那时间内，然后进攻就12秒进了就拿，然后那个节奏非常快。说真的，我第一次打的时候，整个喘到爆。对啊，而且你又是属于比较资深的，嗯，就负荷上面会有。其实不会，到后面说真的，因为他换人是自己去换。对啊，哎，我到几乎没什么在换，我真没什么在换啊，哦，主力啊。嗯，是资深，不是没人敢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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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其实我们的组成，其实他们像眼前他们是有自己的工作，嗯，那其实他们训练时间比较少，可能因为工作完也比较累，哦，他们会自己找时间训练。那就那时候是在球队练，嗯，多少会维持，可是相对你去在比赛的时候，他们会更快的。增加他们体力上的负荷哦， oh. 所以我需要换人的频率快，那当然也希望他们调啊，嗯，因为我们不希望有受伤嘛，当然希望赢球嘛，你受伤一个就是差很多耶。像那时候其实我们有打到应该是台中吧，在台中站就受伤了，uh-huh. 那变成说我们就三个人在打，
就没有办法替换呢。对，负荷更大，会出事。那个一天要打好几场，基本上至少两场。打如果打到最后冠军赛的时候，对啊，一天要打，而且你休息时间假设空三到四分钟休息你就赚了，就是休息。嗯，因为跑掉，嗯。你不能去哪兒，反而增加你自己的体力的恢复。他每一场是接得很快吗？对，都接着，紧接着。这场结束，可能下一场就换你这样。到四强就是有机会是这样，休息可能不到五分钟，就接下一场。真的是在打那个街头哎、欸，对啊，他就是在街头，街頭就是街头啊。所以我觉得像将军跟信宽他们，其实我觉得很棒，因为这个模式，而且他们其实。我知道他们其实身高不是说有两百，基本上一百九到一九三差不多平均、嗯。那其实你去国外打这种比赛，亚运其实有个国家有可能有两百，甚至对非常高，它是很粗的，嗯，就身体碰撞多的，你要怎么打？嗯，对，但我觉得他们就是，我认为他们用拼劲，也算是天时地利人和，真的让他们拼到了。真的，我觉得真的，比如像信宽那个绝杀球、嗯，甚至你去。是将军嘛，抢那一些关键的篮板，对，那种东西就是你不做，就基本上其他就是输了。嗯哼，但是他们就是其实彼此都相信彼此在做什么，嗯，就是打这个让他们默契也变好。对啊，肯定的，因为毕竟这个速度这么快，你没有办法用言语上面来去沟通，你光是讲话就真的太喘了。如果要你说齐敏他适合打三三吗？我觉得可以。嗯，跑动，因为跑动相对少，嗯，而且我认为三三可以增加你的个人的基本动作跟个人防守，嗯，还有一些你的组织观念。哦，因为你就要反应就要更快，对不对？我觉得他可以打，但是要先问一下他膝盖，打电话预约。我问一下，对，预约一下。你 OK 吗？行吗？行吗？看看有没有机会我们在那个赛季，我们在浦原那时候那样，嗯，在第二年结束，我已经可以开始练球的时候，我们一休息。我跟他还有耀宗那时候，我们就会征战每个公园。真的假的？我们晚上就约今天在哪个公园，然后今天哪个公园，然后我们三对三非赛季的时候，对，我们就会到处在哪个公园去打三对三。最喜欢哪个公园？新生吧，新生强度很好、啊，新生不错，可是灯光美，气氛佳。那个场地我觉得没有到很好哎、欸。大家比较主在打的那个场地就会特别好啊，对对对，在旁边可能就会稍微差一点，有一些就是那个起伏嘛。现在太多了，现在蛮长的。我们在松山机场旁边那个民生什么的，对啊，民权公园，我们也在那里打过。哦，那里那个也没什么灯，很暗，我们去才知道。哈，但是我们也打得很开心。因为你们没付钱吧？那是可以付钱开灯的哦。有吗？我们那天去的时候其实蛮暗的。你们没付？那应该时间到了，哦，时间到了，需要再投币。你知道跟网咖一样吗？要投到点就要关灯，对，好玩。好了，你们两个人感情真的是好到还可以自己就是一起创业这件事情。想当年多年之前，本公司呢也是有跟各两位就是订购一下那个便当，就是青时光是不是？嗯，对吗？是吗？青时光，青时光，记性不好都忘了，还行吗？美好的回忆已经成为回忆了，是不是？回忆，一个经验。好，那跟当工作伙伴跟当就是打球的朋友有什么不一样？因为两位都是股东身份，我们算蛮有默契的了。你们没有因为这样吵架？我们两个吗？呀、yeah. ，我们两个没有哎、欸。我跟他认识这么久，在从浦原这样子，我们好像只有一次有过疙瘩，但是我忘记什么事情。那就不代表疙瘩，没有忘记了。是他脸很臭，然后也不理我。嗯，但我忘记是什么事情了。嗯，不知道是我去是惹到他还是干嘛，我忘了。嗯，就我们两个都不讲话。然后平常我们会一起吃东西，或是收操，他就坐我旁边干嘛的。但是那天就不知道为什么都不理对方，就那么一天你就记到现在。但是我很就那一次，嗯，就印象中就那么一次，所以很深刻。因为他脸臭都很明显，但是他也不理你，然后你回他，你就跟他讲话，他可能就是也爱理不理。我就奇怪是干嘛？嗯，就后来好像打完球干嘛，然后去弄他一下，然后让他揍个两下，他可能就好了。哦，对，其实我还真的忘了，我真的忘记什么事情了。那个叫疙瘩吗？是。这种小事，这种小事真的不是疙瘩，但他记到现在，代表他真的很在意耶，很在意，要不开心，在乎你。聊回到青时光身上，两个人为什么当时会想要去做这个就是餐饮的东西？是他找我的，好的，他找我的。学长看到了这个赚钱的那个没有利多，也是算朋友找，我们有朋友代称好吗？嗯，好朋友，朋友找，但因为就是。其实球员都希望有的，因为那时候其实也蛮听到蛮多前辈有做副业，对啊，对啊，其实你就觉得，哎、欸，
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件这种事情，嗯，让自己可能身边多一点小钱，嗯，那可以再做其他事情的，学一点东西吧，也学东西啦，那志同道合嘛，嗯，大家觉得哎、欸、不错，这 idea 蛮好的，嗯哼，那时候其实那个时间点就是健康餐盒那个时候风潮，对，风潮蛮好的，嗯，所以我就想说哎、欸、那我就找齐明，我跟他真的还不错啦，嗯，但不知道是害他还是帮他学到蛮多的，真的，关于经营店啊，然后一间店从没有到有到收。偷偷问一下，你们是有拿回本吗？拿回本了，小亏了，一定是会小而已，算小了，比起别人来，每个人的那个就是小跟大是不太一样。因为我们的资金没有到说开间店要四百万啊，对，可能就是小本经营，对，小本经营，对，懂，就是花比较多是自己时间一直投入在里面是蛮累的。因为练完球完，就要到回店里帮忙，然后假日我们也都是每天都是进店里，然后要去卖餐盒啊。哇，你们真的蛮亲力亲为的耶！因为没有钱请人，这才是主因，这才是主因啊，就是钱不够多，对，钱不够多。但这件事情就不想花过多的，本来也就没有想说要拿。但我必须说，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大量的订购餐盒。那个时候我们吃大概订了两次吧。我们有一次会议，我们也特别订你们餐，因为我们是真心觉得是不错的，而且是好吃的。嗯，健康餐要吃到好吃的不容易，价格实惠，但很可惜，就老板又帅啊，很难，我们还轻送。对对，两位还轻松到我们公司来，对啊，对，我们都是自己送。有没有摩擦、啊、那时候？讨论的时候会有一些他的意见，我的意见，然后两个这样。你来我往这样，但是后来也是找到最好的平衡点，然后就解决问题，也不算摩擦了。讨论讲得婉转，超婉转、嗯。这节目就是需要听一点真实的话，请说。对，你可不可以？既然是主持人，你讲就没有什么，我跟他是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摩擦了。嗯哼，对，因为他基本上都是会蛮，他会听我讲法。那如果我的是对的，或者说我吗？对，我的要不然谁？这说明就不想要听我们，没有，就是、就是会好了，算了，两位可以一起来节目，就代表两个人相安无事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还不错，误会可能有解开，当年的误会，对，那已经是五六年前的事情了，哦，五六年了，如果要一起做一件觉得理念相同的事情，我觉得不，对，不排斥，嗯，只是真的就像要做什么，对，做什么跟能不能大家投入很多时间。亲自下去做、嗯、我觉得这比较重要、嗯、而不是说我丢了钱然后就不管，对啊、嗯、如果这样的话开什么刀什么，对啊，对啊，不过两位也真的算是就是亲力亲为来去经营这个东西，但很可惜的没有留下来，但我觉得美好的回忆啦，留在心中就好，就留在心中了，真的需要盒子吗？有空的真的假的？五年了还在啊，五年还在啊。我其实真的蛮好奇的，可以就是在就是职业场上待很久的人，他一定有自己的一套养生之道。38岁，今年榜哥，你觉得自己认真的想要打到几岁？打到什么时候是你觉得我满足了？以前是说能打多久就打多久，嗯，在自己身体没有伤痛。然后能允许的状况下，嗯哼，那现在我觉得前面都有目标嘛，嗯哼，明哥嘛，嗯，然后杰哥嘛，嗯 ，Q 嘛，嗯，基本上这三个现在算是四字头男人嘛，就蓝坛齐老了，还有顶哥，还有顶哥，对，但我就希望能向他们迈进了、啊嗯，我不会设定说自己可以打到几，但我很想打，嗯哼，很想让自己可以打。但很多人就说嘛，我想要打给小孩子看，但我想要打给，因为其实我每场比赛我妈都会看，嗯，不管我有上场，嗯、我没上场，其实打完了，说输球赢球，她就跟我讲，哎、欸，再加油啊，今天很棒，干嘛？其实现在就是让我认为了，就是让家人，因为说真的，你放假回家的时间少，那让他们在电视上看到你，哎、欸，感到安心，健健康康的，没什么事，嗯、因为說真的连妈妈的讲话都一样。报喜不报忧嘛，嗯，那你能让他看到，哎、欸，你还是很健康，在场上可以奔跑、嗯，我觉得这是最大的、很棒的一件事情。那，我当然希望说是可以再继续打个两三年嘛，比如五三八，我以为是五六年之类的。我觉得五六年真的有点过分了，过分、啊，就像那個后面那些可能都拿枪子，赶快下，赶快退，对，毕竟我现在没有很就是受伤干嘛，然后。也尽量让自己维持在一个你在敲三下，我好害怕很好的状态。对对，所以我希望可以继续
继续走下去的。所以你现在的就是不会再去想到说你退休之后要干嘛了，对不对？其实还是会，还是会，只是、不会那么认真去想。毕竟你其他的工作也都就是从事过了。应该是说能两方面进行，是最棒的。但是你重心依旧是摆在你球员的身份。你觉得学长最适合在退休之后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呢？操，开 Uber。开 Uber 也是不错啦。感觉被他载到会很安心的感觉耶。人高马大的。小姐去哪里？哦，快霸气了哦，怎样？警察先生就是他。有毛病。还是以会与体育方面的，就运动产业相关的。对啊。哦。健身教练吗？对啊，我觉得很好啊。我其实我很想讲，我可以在贵节目讲，其实我很想去学校。学校？就是大学或者是就是高中之类的吗？你想要当 HBL 或是 UBA 的教练？我希望是我、虽然说我没有那个教师证，对，我就硕士，那只能走大学。对，所以希望啦。但说真的，我觉得这种东西就希望有一些机运。嗯哼，这真的是需要天时地利人和，因为一个萝卜一个坑。真的。对啊，但不管怎么样呢，我都还是希望看到你可以健健康康的，就是在接下来几年都可以看到你飞奔的身影。毕竟，哦，刚刚有一题很重要，我忘记问，你觉得队上有没有人可以传承你大锁这个位置？我觉得现在凯燕，甚至俊男、凯他们都是刚选进来的，我觉得他们都可以去做这些事情。我觉得凯燕现在做得很好，他要从守去攻，他基本上转换的很好，转换的非常好。哎呦，那俊呢？我觉得他也可以做这件事，因为其实他身高够高，他可以去守一些比较难守的，那他可以影响更多。你们好像防守的，就是看起来的动作，虽然都是防守，但是你的防守的模式跟他们防守好像不太一样。因为我觉得，哦，你先做的蛮好的，有功课在做。棒，我突然想到，就是你说要终于插话的主持人继承他防守大锁这样，但是他们的防守好像不是像他一样那种扎实的那种。没有啦，因为我觉得从你从大学学到的体系，跟我们那时候体系，我觉得体系不同。你学到跟你做出来的东西会一定有差异。你像我就是让你觉得很烦，不舒服，不舒服啦，然后可能就随时就在旁边。然后你可能让他接球会比较耗非常多体力去接到这个球来做进攻，然后影响到你的命中率。但像凯燕或者是像 Kenny 最常做的就是去超截，对啊，点掉，不太一样，点掉，就是我觉得方式都不同了。我觉得他都是好的，他都是好的，可以继承你大锁的名号的。我觉得其实大家都是大锁，你真的是太官方了，看锁谁啦，锁谁啦，锁住自己啊之类的，把自己锁住。希望你不要锁住你自己，在接下来的几年都可以好好的打球啦。好的，谢谢，感谢齐敏以及金榜来到我们篮球蘑菇，篮球蘑菇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Bye.